皮箱呢？皮箱里来呀，皮箱。那个，对，我跟你说，亚楠姐，你可能不太清楚，我们里面虽然拿出了这么多的那个什么钱，但是如果他拿欠条的话，会比这个厚很多。他这个确实多呀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抽出来几张就可以。厚多少大概？你不说就说。是钱的问题嘛，是不是？你确定这样可以数吗？数张数吗？听声音就好了，听声音。我问一下，我们的导演组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啊，来，不闹了，不闹了哈。我那们我来看一这，下。你咋整那么多呢？你这特地来，去先取问题，拿出干嘛啊和我呀？们的这个亚大老师同等的钱数，拿出那么多没有用。炫富啊！这个可以吗？这差不多吧。可以，可以。今天是多少？我看一下，我减少一点。哎呀，还是好。够。哎呀，还，哎呀，哎呀，真太有钱了！这个真可以了是，吗？哎呀，这个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差不多家里太有条件了啊！我们李爷家里还有条件，李爷，明天中午我等着你，咱们两个再来把生死匹配吧。好的啊，现在请两个人准备哈。我说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就数着钱，然后我会依次问问题哈。来，三谁二问自一，己？开嗯。始。先问我们的李爷啊，李爷，请听好，六乘三的多少？好，我们的鸭蛋姐，二加五的多少？七。好，李爷，八乘三的多少？我数完了。再重新再数，再返回去再数。乘三的多少？啥玩意儿？这钱24。也太快了！好，来，鸭蛋姐，66减66的多少？不知道。66减66。66减66，零，必须得。好，来，李爷，11乘以11的多少？11。好，请问我们的鸭蛋姐9减1的多少？八。好，李爷，一个棒棒糖多少钱？有1毛的，有后台是超60的，有超40，年度收入。好。好，来，请问一组大飞机多少钱？8760多吧，8670多吧，是吗？应该一组大飞机不是10000多吗？那是以前。好，OK，现在我们的鸭蛋姐，哎，你们人家数钱，你们能不能不要数落我？说黑幕，怪不得有胸评哈。请问，本山老师多少岁了？56。好，请问65。完了，完了，他也不跟我们，他也不跟我们报十岁数了，他也不跟我们说实话。那现在啊。请问你预测一下，你旁边的这位男子，他多大的年纪？他应该没我大吧？对，猜一下，猜一下，你属啥的？他就是看起来比较精神，对，
他应该就是显老吧，应该是。没有，他属于看起来精神的。你随便报个数字，随便猜一下。只要41里都不过分。他31、32吧。恭喜你，你回答正确。啊，我猜对了是没对呀、啊？回答对了，回答对了。回答对了，好了。我说我今天27。不是，你看我说的没有大吗？你没有大。元老。好的，现在两个人都已经那个什么了。哎，你27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怎么可能27？我身份证就28吧。27周岁，我们北方虽然是过虚岁，但我南方是过周岁。行。你最好周啊，你一直周着啊，小